你对爱情持有什么样的看法，可有可无还是必不可少，你对他的依赖程度是多少，你有多害怕失去他。来吧，请测试一下你对爱情的敏感程度是多少。怎么样，知道你心目中的排序了吗？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